我把驯马的，哎，还挺听话。听话了哈！哎呀，害怕揍他，不听话。大哥，程大哥不敢，握不起，握不敢。来啥子？你来。就我不骑，程大哥就一句话，程大哥吹的还大呢，你还说能骑，到现在老板给你签了，你都不敢骑了你。程不敢天天放你，他都不敢骑你，大漂亮。来他都不敢来，他上你跟前他都不敢。挠痒痒呢，老板搁这给。哎呀，一二三，走！哎呀呀，哎呀妈呀！哎呀哎呀，要撂蹶子！哎呀哎呀！也是不甘心啊，差点就给老板撂下去了。都说程大哥不敢骑，就这玩意儿谁敢骑他？毛愣的，也就老板能对付他吧。啊？这是木马，骑上不能动的，不能走。你不走，轻点的。别让他跑马棚里去，给你撸下来，跑他那棚里去，骑一圈能咋的？这么大个坨，天天好吃好喝吃的，溜达溜达呗，就不让碰，不让骑。要回马棚，他就总照例往他那棚里回去。一，五。